这是一个视频采集卡，这是一个视频采集卡，专门用来采集，卫星天线上面的视频信号，比如说大锅卫星天线上面的信号。这个是 USB 接口的，USB 接口。这个黄色的是视频头，白色的音频，红色的也是音频。它这个需要插进电脑的 USB 来进行使用，来进行使用。看一下，我插进电脑，插进电脑的 USB。它灯只要明就证明是好的，灯只要明它就证明它这个 USB 已经连接通了。它这个采集卡 USB 视频采集卡，插上去，它只要是明，就证明启动正常，然后开始进入电脑桌面，选择找到这个小电视图标，TVR 2.5，然后鼠标一键打开，选择打开，打开鼠标选择菜单，选择功能设定，功能设定找到视频设定，找到第一项，它默认的是录像设定，一定不要找录像设定，找到视频设定。视频设定右边还有个视频采集装置，有个采集装置，有个下拉选择第二个 USB 2.0 PC CAME2，选择这个，它这就可以正常看电视了，它可以影音都可以播放，就可以正常看电视了。它这款软件就需要这一点设定，然后大家把那个。这个视频头插上去就可以了。这个视频头，这个黄色的就是视频，白的、红的是音频，插上就可以正常看卫星电视了，非常方便。